大家好，我是 Debra 讲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日本酱料里面也很常见的一道料理，叫做米库加嘎，分叫做马铃薯炖肉。每个家庭的口味都不太一样，我的做法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哦。里面的肉呢是使用牛五花，如果不吃牛的朋友也可以使用猪肉五花，或者是鸡肉，或者当然是不要加肉。啊，是不要加肉就不是马铃薯炖肉了。好，那希望你也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哦。